张组长。嘉泽今天要跑几 K 呢？大概25到30。哦，所以今天是算是中等距离，长距离吧？是以长距离来说，算是中等哦。对，没有到非常长。那个语言模式是四名跑者的语言模式。是。25到30，没有非常长，没有非常长，中距离，40才算长。没有，他们是50公里以上。50公里。比完防府一个多月嘛，对啊，超过了吧？哦，对，大概六周哈。嗯，那下一场是要准备什么？四月鹿特丹，所以你们都要去鹿特丹？对啊，就反正我老婆帮我们订房间嘛，去的飞机不太一样，就看什么。怎么样比较划算？那主要有设定什么目标吗？突破自己的 PB 啊！哦，突破 PB， 瞄准全国纪录。先靠近或突破，以那个成绩去练嘛。那个难以达到的奥运标准，有在考虑的范围吗？基本上是没有考虑的范围，排名也排不上去啊。之前你要排前100名，都2小时10分内的。你之前最高是120几嘛？120几的，对啊。以后看看我也加入富士比排名。哦，富士。接下来几年就是都是以 PB 或者是记录为主嘛，也只能这样子。不过像亚运那种应该也还是有机会哦。随缘呐，参加过了，就破 PB 的话就有机会就去亚运。它标准都差不多2小时15到20那边。差不多，对，就是大概 PB 的时间。他们应该不会跟进奥运，改成是2小时10分内。只是方便的话，只是搭日本人。还有一点韩国跟中国人，还有蒙古人。蒙古除了蒙古一哥，好像还有。现在有一个也让我连女生都蛮强的嘛。对 ，Jazz， 你今天配速是大概要配多少？3分45开始，平均结束看会接近3分40。所以你现在穿的是训练鞋。Fly 嘛，对 ，Fly 5。你现在长距离现在都比较常穿的是训练鞋哦，不会穿竞赛的碳板鞋吗？接近比赛的时候，剩8周的时候，我愿意拿出来穿。那你会觉得说穿训练鞋会跑的比较没那么顺吗？还是说其实会有差？在你不要穿 Fly 3，它那是塑胶的板，我就觉得比较累。相同配速，感觉体感比较沉重。下坡感觉差很大，就是一个是放着跑，然后一个是要还稍微用力跑一下。那这个猫空的路线跑了20几年哦，那个长距离本来也有去和平配速，那现在又几乎都是在这边跑。那这边的配速你是怎么抓？是每一趟5公里才抓一次吗？还是也是稍微都会很细的看？现在是每公里会提醒，但是最后还是会看总时间。但最后平均下来都是会3分40，其实前面3分45、50，然后后面3分半，另外3分40。你也是习惯前慢后快，逐渐加上去。前快的话，后就会慢了。前面慢一点，又当做热身，然后刚好也是一个方式啊。比赛的话就不一定，比赛有时候你前不跟就没了。好的，今年防府就是这样嘛，先跟再说是。今年防府其实我那个集团有前面有两个还不错，但是状况不好就没跟上。第一个15跟50还蛮刚好。那你后面都是自己跑吗？对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日本人也不喜欢你跑。应该是我们那个成绩的啦。所以是有人跟着你跑吗？跟着我跑，然后那些号码的都是比较后面的。然后预估他们都是70几号，应该都是2小时20几号，所以跟着我的话，他们会觉得。是他们破 BB 的速度，其实也是他们极限的速度了，所以他们也不太敢出来。有一个蛮有趣的，就是出来大概跑个几百公尺，他就会说再退回去。哦，尝试一下，但发现还是太硬了。对来说，这是他破 BB 的速度，是会稍微害怕一点。张叔叔，那现在就没有用跑的方式来递水吗？拿了就一定不错。那张叔现在还有在跑吗？现在没有运动了。哦，现在都休息了。不过你每个礼拜天还是会来吗？礼拜天都会来啊。现在变宅男了。所以今天要跑什么呢？今天长距离，今天跑30了。哦，30，你也跑30。你们今天30要跑快的吗？对于选手来说应该是慢的吧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说3分50是不是？最快3分50。我觉得你 long run 都会比较比赛的热身嘛。差不多哦，那比赛会再多一点，这一些比较像比赛热身，所以就比较少跑那种从热身开始跑那种long run，
就是抓热身，然后 long run 一开始就是直接是有是有强度的。三分之十五也算 long run。啊对，但是还是要热身一下哦。啊对，就是啊，要动一下。说从五分那种开始跑的，譬如说从四分出之类的。夏天会啦。哦，夏天。夏天的话，三分四十五下去会受不了。而且热身热过头，太热哦。对。所以你们水要放那个桌子哦。对啊，或者是那个楼梯的。哦，但是桌子的大小这样拿会不会有时候会就是 K 到怎样？练一下啊。哦，练一下，比赛就这样哦。哎，David， 早安，早安。你今天要跟嘉泽一起跑吗？要跟查一起跑。哦，有一点点，我觉得他比我跑差。所以你刚刚先跑了几公里呢？今天早上跑，是12公里左右，慢跑。那等一下打算跟他跑个20哦。对，我就是跟他一起跑20公里左右。亚芬今天要跑30吗？没有，先跑25而已。是比赛强度哦。嗯，没有，再慢一点，跑420而已。所以下一场是要准备哪一场呢？东京。是，剩下不到两个月哦。对，不到6周吧。那你是用抽签吗？还是？半精英的。嗯，所以他们半精英是3小时内是？嗯，应该是。哦。
哦，30K。所以后面那个强度差不多，就像是比跟比赛强度差不多哦。没有，就 tempo， 就从 LSD 到 tempo， 就顺跑跑起来。因为有时候硬要去杀那个三分五十，反而是用刹车脚跟在跑。你看起来，你跑得很辛苦，但是。一直在刹车，一直在刹车。嗯然后到不跑顺，然后你不要觉得太压力太大，顺着跑起来反而比较舒服。所以你的 long run 几乎都是这种方式嘛，不会说有一个像是测30K 啊之类的，一开始就是接近比赛强度那一种 long run。没有，应该算比较懒吧。那你比赛几乎都是平地嘛？对，也不会针对平地，有时候去做那种 long run。比较多的就是田径场，常见些就是1000以上到5000。像50003到4趟，30005趟，20005到8趟，1600跑过8趟，1600跑过10趟，1000的话可以跑到12趟到15趟。所以平地的肌群都是靠田径场。对，都是用田径场去做马拉松配速，或者是再快一点。那像是河滨啊，是猫空没办法跑，才会替代性的去跑一下。对，有几次会是猫空没办法跑，然后去河滨跑。每个礼拜跑河滨，礼拜天跑河滨有点无聊，也是要换一下心情，而且。有时候你在城市跑的时候，也是会有上桥、下桥的路段。也是。那这边的路段刚好其实就有点模拟上下桥，也不会太陡峭。然后其实你要最后在加速的时候，你才是可以加起来。那你跑下坡的时候，就是比较放的比较轻松吗？还是说速度会再加快一点？放比较轻松，因为放轻松跑的时候，其实速度就加起来。有时候你在加速的时候会太快。那你上坡会刻意说跑得比较认真吗？会。上坡会稍微平地变快，上坡转平地那一段，其实是肌肉转换最累的时候，是你要稍微应用频率去跑，而不是你应用推的跑，其实比较会更费力一点。比较多的是抬腿，然后换步，速度快。有时候上坡跑有点像跑阶梯，你用快频率去带动的话，其实会比较顺畅。然后下坡的时候放松，然后觉得上下坡有时候如果跑快一点的话，有点像练间歇了，心跳也是起起伏伏哈。可是上这边的上坡上去就。180-160，到这边的时候就降到155，到折返的地方的时候，不是个陡坡嘛？那个陡坡的时候，其实你个频率加快一点上去，然后到平路的时候先维持，因为有时候到上面的时候，你会想要哦，到了再放松。你一慢的话，你整个速度就慢掉。David， 今天跑32，
多远？33左右，嗯，是去跑30公里，然后跟他跑20公里，所以一共33。哦，准备下个月有比赛哦，下个月第一次的全马，是我觉得我的训练还不错，所以这下个月是要跑哪一场呢？我会跑在欧洲西班牙，我还没去过，听说他们的天气很好，他们的路很平。我看去年前年的成绩，我觉得有很多很快的跑者，所以我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跑快。哦，可是我不知道第一次，所以我试试看。你有设定什么目标吗？2个小时，30分左右。如果我的成绩，我的感觉很好，我要快，试试看快一点。我觉得就是很好的目标，也很难的目标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我有一定高的目标，可是我比赛的时候我有问题，我可以决定，可是我觉得太低的目标也不太好，也是，所以要试试看。那你今天跟嘉泽跑完会很累吗？看你感觉现在很累，哦，现在很累，对，跟每次跟他训练的。训练好很累，可是真的很好的训练，所以在台湾他帮我很多我觉得跟他们一起跑帮我很多，所以我好像有两很好的感觉。在台湾的训练跟美国，就是你觉得最大不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现在我的训练我的感觉比较严肃。以前在美国可能跑一个礼拜可能80-90个公里，在台湾比较多，100多，我觉得跟他们每个礼拜训练2次或者3次在美国我觉得一二次，所以比较多跑比较多比较多训练。最大的不一样的东西是我的想法。现在我觉得很重要，我的比较大的转举。所以我的成绩变好一点。这个社团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他们的感觉差不多一样。跑步就是很重要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人在这个社团里面，我觉得你可以受到一样的感觉。这个帮我很多。